所以其实现在的车子大部分都是跟一些专车的车子。对，我顺便提一下，你家里这个是一个水柜空调，很难找的，叫不来了。当然辛苦，而且那个是什么？家里开水电，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老板，对，不怕被 fire， 你愿意做就有工作，是。而且他只要去做，他出去办公室，我朋友家里是开工程的，他说是缺工啊，他什么都做嘛，水泥啊，什么都做。一天三千块转到了，大家都不做啊，才会买。那不是说，我觉得其实只要小朋友对一件事情有兴趣，他就会把它发扬。我看的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叫我，我看我讲的地方，我当初跑，其实我就念设计，就是做。请您预测请电影院小哥没有上场电影院小哥没有请上电影院反正有什么念什么每天都这样这种东西出来做理解对啊这些技术是不是太重但是我认为是说，现在就不能看了。就像我现在培养他，怎么看啊？你的球队的设计的那个，像之前跟你说的，像我们校队的那个进攻，然后最强，然后最强，对不对？在里面，你就是做好你的事情，队友不会失望，因为你要对你自己做，不要你崩溃，我不要你膨胀，我是你要对你。Thank you.